嗨，咪咪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嗨，在我们在哪里？阳明山，草山夜未眠。草山夜未眠。今天在干嘛？哪里的？在英文教学。英文教学，哎呦，不错哦。爸爸，我问你哦。我先拍照，谢谢。不行。录一下。嗨。阿比看你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有一天，小猪和猪爸爸在聊天，然后小猪就问猪爸爸说：“猪爸爸，为什么我们家那么小？”然后那个弟弟就说：“因为我们没有钱可以买房子啊。”你以后只要读书就可以买到大的房子了。然后小猪问说：“那为什么爸爸以前不读书？”笑一下，笑一下，笑一下，妈妈睡着了。好了好了，好笑，要看夜景，看夜景。爸爸，好了。